气铁气铁，蜘蛛人重出江湖，这集不看别的，就看我如何把命豁出去。划桨天然谷，垂降青花石，爬升梯渡深潭，看大冒险家到尖石乡找黄金洞，找到把我当蜘蛛人哟。让给呀，不要怕前面没有路，因为这集我不是用脚在走路，而是用一条老命吊在黄泉路，准备带你去找黄金洞喽。小姐你好，啊你好，沈文成先生，对，那我想找一位廖元辉先生，不知道他在不在？哦，他有在，然后现在在我们的鱼池哈，我们的鱼池是从往右边走，一下就是门口往右走，对，好嘞，谢谢，好，我们去找他，好，哦，要几个钱一样？要进五块钱啊？你话够贵哦！你话够贵不可能！对啊，要够贵。你累了谁？你七家万机，那人家钱飞过来。有啊。真的是吗？太夸张了，不会吧？放心了。请问一下哈，那个廖元辉，廖先生呢？哎呀，养猪场那里啊？那我再来问一块没？好好。我这个怎么可能养得出来？好，你讲呀。那边好像有个人在那。感谢你哦。你是廖先生吗？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沈文成。是啊。啊，那个柜台的小姐说你在这个猪园。是啊，在养山猪啊。养山猪？是。那你的山猪呢？对，可能跑上面，这样多简单，可能掉到跑上面去。你的山猪也是天然的。山猪是本来在童话世界表演的。你的山猪本来在童话世界表演的啊，表演什么算数？算那个算数？不是算一加一等于二，不能呢，是用跑到了，走跑到了。哦，走钢索到了，是啊，跳火圈，是啊，跳火圈的。啊，真的啊，那可以找他来吗？啊，赶紧找，赶紧找他啊！哎，那个会表演的猪，真的纯山猪来配种，纯山猪配种。哎，现在是纯山猪是啊，你要配种哦，我们这边有一只，好吧，后面来，这里好像野生动物园哎。哦，那个那边一群。看那里有一只很像小狗的哎。啊，樱花勾吻猪。你看，一下长得很像樱花勾吻猪啊。可不可以抱它？哎，可以抱它吗？可以啊，你抓到可以啊，反正习惯。那你抓得到抓不到啊？那镜头好呆。拿到可能抓不到，但是小姐可以掉下来，抓到了。好，可以，没关系。现在就该抓了。很快的。快抓！快点，蹲下来抓！啊！来，过来！好像小狗哦！你看，好像小狗哦！这个刚出生没多久哎，是啊，廖先生，四五天而已。啊，这肚子还，肚子还在啊？这总共几只啊？可能有50-60只啊，50-60只哦。到底现在几只我不知道，大概也是那几个。哇，那你多久喂它一次？一天喂2-3次了。一天喂2-3次，现在好像生好多小猪了嘛。生了好多小猪。哦对了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我刚在你们那个鱼池塘发现樱花勾吻龟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回事？那是看，到那里面就看到花纹，去研究一下，到底比对一下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，走啊！那我们去看看那个樱花勾吻龟。好，这是我弟弟。你弟弟啊？他廖先生，他才知道哦。培养是我培养，是我弟来源他才知道。哦。真的是呢，啊！樱花勾吻龟，真的。但是我们因为樱花勾吻龟是台湾的保育类的鱼种，然后我们是养殖的，我们需要跟这个法律上的抵触，所以我们就用樱花勾吻龟。这个是哪里来的？这个是日本
日本进口乙卵进口。哦，你从日本这样进口乙卵，然后到空运进口这个乙卵，然后我们到这边来孵化。啊，哦，它有什么特征？主要特征没有？这个我们讲樱花钩吻鳟哈，就是它这个嘴巴的形状哈，这个两个都是呈一个钩吻的形状。哦，那么跟一般红鳟哈，最可以辨识的地方哈，一般的红鳟是这一条是彩虹，还有 rainbow chalk。对，但是这个没有彩虹，但是这个是一般的，一般的那个斑点。它在这个尾巴的部分哈，它这个是呈这个椭圆形，那一般的红鳟哈，它这个是比较扁。小六，一般我们在讲说我们七家湾溪那个樱花钩吻鳟啊，它是我们原生种嘛，它是台湾，其实它跟日本的樱花钩吻鳟应该是同科的，同科的啦哈。对，是同科的。是啊，对，你看有没有像钩子一样，它叫它钩吻哈。台湾鳟跟樱花钩吻鳟有经过那个 DNA 比对，他们那时候认为是一样的。一样的是一样的，不过比对之后有一些差异。啊，你们这个有没有学区单位有关单位来这边比对？好像是中兴大学，他们学者他们是有比对，比对哈是跟我们台湾的樱花钩吻鳟哈相差千分之四而已。千分之四。但是血缘呐、外形呐、斑点呐、各方面去品种，相差千分之四。哦，就是同一个火炮的地方。对，火是一样的啦。想吃七家湾溪的樱花钩吻鳟吗？别想啦，以为20万元起跳的罚金会吃到你破产。不过这顿日本的樱花钩吻鳟大餐，一尝我的夙愿，肉质细嫩鲜美，这口感我得好好的给它保育下来，保存下来供我回味。樱花钩吻鳟啊，我终于知道你是什么滋味喽。那个大哥，我想问一下哈，有关黄金洞的事情。黄金洞，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农场这个山后，以前在日据时代的时候，日据时代就是日本人他就要开凿我们这座，他们探测去探勘了，有这个黄金的情况，他们日本就是要去开采了，那结果去开采没有到，可能大概一年半年左右啊，那我日本就投降了，所以他就这样放弃了。所以后来我们，由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也没有继续再开采，是哦，就荒废在那里。对，哪里面？黄金洞，洞有多深我不知道，路有多难走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太久没人去了，我的黄金发财梦都是未知数。But 廖大哥告诉我，青蛙池瀑布下面有一个神秘的大水洞，据说水里面还有一只大鲈鳗，而跌入水洞的人没有一个是生还的。这，我干嘛要知道啊？知道了我就得去一探究竟了嘛。小心点哦！好。OK， 好。那我们沿着这个山壁啊，继续往那个上面走。好啊。这边峭壁啊，小心点，左手摸着。我们现在准备下切到那个瀑布的顶端，然后架绳索，然后跨过这个溪流，然后再继续往上溯，一直到罗马昆。那现在我们那个教官呢，先到前面把那个绳索先架好，那我们过去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行动了。OK， 这个大家小心啊！是。这个落差蛮高的。好，现在多路那样啊，都带骨的，很滑。
好。好。安排了。还套掉哦。啊哎，卖套了，你也。阿苗，这罗马裤子我拍拍水，要先高绕。然后再下切，垂降。那教官已经把绳索都架好了。哎，等一下 ，OK 吗？等一下。啊，他说还要等一下，还没有出，很确保。好，下面还没定位啊。哦，还能钓了。到那九台啊，九头那里，然后再下去。我看这个瀑布落差差不多30公尺哦，30-40公尺高。我们算是绕近路了，因为中间有很多深潭呐、啊，哦，怕如果一个一个过的话，可能到天黑都过不了。那直接我们高绕，哦，然后到这个林线，然后到再走下来，然后到瀑布的那个上头往下切，那接成差不多几公里的路，那个河床了、啊，那不供水道，然后接下去我们就开始往上溯了。预计再过几个深潭，就可以到那个传说中那个罗马窟。怕怕哦，罗马窟呢？听讲已经有10几个落去下来底了，一去就再见了，再也没有起来，没有出现。划桨的对岸不仅可以节省路程，也节省我们的体力和时间。教官小心翼翼地架好绳索，做好确保的工作。我们也战战兢兢地穿上安全裤带，检查好我们的每个扣环。这是大冒险家第一次做滑降，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。毕竟每个扣环扣住的是我们的生命，万一有个闪失，那就准备跟大地做最后的 kiss 吧。从这边滑翔到另外一边，不过我可不希望再滑一次。刚滑过溪谷的飞鼠要继续往上溯溪了。我们沿着水量充沛的纳罗溪前进，走在纳罗溪，我们的脚步一点也不轻松。坐在湍急的溪水里，心情的起伏随着水流的急缓而变化。啊！教官，深潭。这个营地过不去哦，这边滑倒了。这边还行，你要对这边，所以很深哦。没关系，我拉一条绳子，因为我们这个有浮力，没关系哈、哦。啊，不然的话，先拉一条那个要轻的绳子游过去。游过去，来，终于碰到了第一个深潭，这时我义不容辞的带着绳索当攻击手游过去。这个攻击手的角色，有时是我必须要做的任务。5颗星难度的，当然还是得专业级的教官来担任。不过4颗星的，我当然是不二人选哦。过去啦！先转过来，先转过来。走。
由于湍急的水流看不出它的深度，害得惠宇一踩下去便一脚踩空，整个人灭顶了。我以为他会马上自己站起来，也没有用力拉绳子，害他多喝了好几口水，幸好没事，大家也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。其他人员陆续的跟着渡过深潭，因为有惠宇的前车之鉴，每个人都小心谨慎的避过他刚刚踩下去的地方。如果你要溯溪，记得要穿有菜瓜布的那种溯溪鞋，像我穿鸡吊鞋来这里好像是来溜冰的，要站稳还真不容易。你看小刘拉绳子的力道就知道纳罗溪的水流真的是很急呢。瀑布的溯溪路程真的到哦，走到梅路要高绕，高绕不成要滑降，遇到深潭要架绳索，水深到胸部就只能步步为营，慢慢的走过去了。摄影人员就惨了，肩膀扛着一台宾士轿车的钱在溪里面晃来晃去。哦，开始下雨了，路更滑了呢，不拉绳索怎么过得了岩壁呀？辛苦了，不不
这里不错哦。不是不错，可怕，太恐怖了。哇，天哪，怎么会有这种地形啊？我觉得那个水很会找路哎。这里哦，从以前开始那个水哦，它就是从那个石头的后面那边从那个洞钻下来，然后再流出来的，没有经过那个石头的上面这样流下来。啊，是从那石头缝？不是，是从那个石头的底下钻出来。钻出来的嘛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看这个潭水到底有多深啊？这个哦，没有用。二十多年前有那个蛙人有下去过，听说有三个。对对对，很深，这里都很深了、啊。要去找那个失踪落水的嘛？对对对，是从上面玩水有没有？从那里掉进来，就是从那个洞里面这样出来以后，下去就找不到人这样子了。到现在都没有找到，十几年了，十几二十年了。对对对，你看那个，那个水好像那个波涛汹涌啊。对对对，可怕的，暗潮汹涌哦。对，我记得哦，如果真的人也还玩命的。还有从头去游，对对，这可能这里有没有？它本身这个石头可能就底下还有洞，让进去哦，就跟上面一样嘛。对对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头发如果有洞，那个吸力多强？对啊，你的手再有力量，再怎么确保哦？对，万一拉你不起来哦？对，是没用。你知道下去多亏哦，惨了。我们哦，可以从上面啊，如果说确保可以这样垂降，哦，拍那个瀑布在那个石缝中的情形。哎哎。然后再上去，那不然的话，我觉得贸然下水哈，不行不行，因为我们没有受过专业潜水训练哈，对，这下去是很错误的示范的，绝对不行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不能这样子。我们要装备很齐全，对对，才可以做这种冒险的这种工作。但是你要做这种工作之前，一定要自己自保，有办法自保才可以做这种工作。对对对对，那我们是不是找个路哈，高了，哦，想办法到那个瀑布的顶上哈。去看那个瀑布的上方。好，我们从这里看有没有路可以上去，上到上面以后，我们从那边有没有 看？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下来；如果说没有点不行的话，我们就绝对不做这样。OK， 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。那我们下去了。好，好，那高浪，我们到那个瀑布的那个上面。好。秦皇石瀑布的河谷落差极大，原本我们要高绕到瀑布的上方去看神秘水洞的位置所在。不过这时天空不作美，已不是越下越大，而是像在倒洗脸盆水一样，从整个天空倒了下来，雷声比瀑布声还大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决定先撤退，明儿一大早再攻到瀑布的上方，去揭开神秘水洞的真正面纱。快点，小心哦！好，小弟。嗯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们现在是要到那个昨天那个罗摩潭嘛，那个瀑布的上方。哦。那本来昨天我们不是到瀑布下方，不是说要上去？上去到那个没有高绕到那个瀑布顶端嘛？因为就下了一场大雨，有没有？嗯。我们就班师回朝了。那现在一大早，那个教官他们都已经先到那个瀑布的顶端了，去勘察地形。看看是不是可以下去。嗯。啊，那我们赶快下去跟教官会合。好啊。手脚并用啊。嗯。好。哦，这段没得老好行。高绕下丘，溯溪攀岩，这就是阮的命运啊！八大死亡。切到青蛙石瀑布上方的这段路可不好走，每颗大石头上都长满了青苔。走在这种青苔路上，即使是山路，每个人脚上也都穿了溯溪鞋来防滑，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的走，生怕稍有不慎一滑倒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今天才深深感觉到，穿什么鞋走什么路，穿错鞋，很可能不小心就走到黄泉路哦。大概有
客啊，看见驴家瓜猛摇头，我会怕呢。摇头是代表很危险，也有人摇头代表很害。我能摇头说不吗？我能回头绕跑吗？后头人都来了，只有硬着头皮真的上去了。穿好装备，确保工作 OK 后，就看我自己 O 不 OK 了。走到峭壁旁边去看神秘水洞了，下面到底有什么值得我冒险的呢？I will do it again， 要考验我的勇气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到瀑布的上方，有个青蛙石的下面。那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呢，拍那个它的第一个深潭，然后呢第二个深潭。那因为它啊，听说它的水啊，从第一个深潭下去以后，就集中到一个刚刚就龟缩起来，我们就要拍那个那五分胖。那新地的人物拢在里遐，武功高强。哦，我这人才感觉出来了死亡的气息。固定好绳索，我的命就交给这根绳索了。鬼斧神工的青蛙石瀑布是个非常诡异的河谷型瀑布，落差大，水量大，使得瀑布下方形成了一道奇特的一线天水道。我心里在想，万一绳子断了，扣环松了，我只能去投胎了。因为看到才会知道，为什么掉下去的人没有一个人回来过。哎，战神呼叫阿坤，战神呼叫阿坤，听到几位的 over？ 你们现在都 stand by 了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要绑那个安全绳索，然后从这个岩壁这边垂降然后你们就去 follow 我，好不好？了解。好，一切还是要小心为上 ，OK？ 了解。好，人月亮啊，我们这台工程偌浩大嘞，知道？因为我呢工程班哦离我偌远，对机底下卡咩啦？一波一波打入西蒙的盖所，第一次有人像我这样拍青蛙石瀑布，第一次有人像我这样靠近青蛙石瀑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做那第一次的人？为什么？那摄影机给我，我就拿着看看。OK，again and again， 接下来拍那个水到底是怎么样流下去的，冲下去的。一拍惨，老皮呀！就是这块石头，让那个水直接从那个凹洞那边冲进去。一个石头好像一个盖子一样。今天我看那个宽度大概不到一公尺，然后在这边水哦，冲起来差不多。半公尺差不多，5公尺，差不多20几公分吧，差不多50公分。我像个蜘蛛人一样走在峭壁上，垂降过那么多次，这次是最心惊胆跳的。走在峭壁上，突然觉得绳子的重要性。过溪谷要绳子，渡深潭要绳子，过激流要绳子，要看瀑布也要绳子。Thank you， 绳子有多重要，看我现在就知道了。我的命现在不是就系在他的身上了吗？我的脚发软，这条细绳撑住了我的勇气。好了，还是赶紧上去，我可不想真的到水里面去见那只大湖鳗呢。尖石乡以前是个有名的煤矿产地。廖大哥告诉我说，加罗村的山区附近有座废弃的煤矿厂。我听了便决定去探一探，闯一闯，我想也许会有什么新发现也说不定。奇怪，人们好像很喜欢去废弃的地方找新奇的东西。哎，鲁芳要小心了啊。 OK， 下雨，天雨路滑。哦，把鸡鸡。哇，这里有路吗？现在在砍呢、啊。卡车的路了。卡车的路哦，现在变这样子哦。听到这个铁管啊，它已经到办公室了。哪里？就在前面这一栋。办
公室哦、喔。是、啊。不是以前人家住的地方。啊，办公的地方。哦，办公室。领薪水在就在这里。对。闯空门。哦。因为它里面的参观一下。廖哥哥，你闯空门哦、喔。啊、嗯。给他借一下来看嘛。哦。哎，是不是还有那个白酒？嗯，有够老了呢，这是不是逃难的时候没有来不及带出去？可能旧了，以后呢有新型的，新型的出来了，他就不要放在这里。哎，我放放看。对，他会讲。当当当当，一咚哧咚哧咚哧咚咚咚。最近有没有朋友看到这个广告？我们那啊，那一天封厂是不是？七十六年已经修起来了。嗯，啊，七十六年还有人在这里工作，还有在这里看这个东西的。哦，后来就走了。哎，卡在这里了。哎，也是姓廖，哎，这是不是你？廖行雄哟。那不是姓廖，不是我的，他是外面的，还是员工的。不是，你也姓廖啊？是啊，这里面姓廖来做很多，以前1000多个工人啊，一千多个。哦，你看这都是，哎，还有照片啊，还有照片呢。怎么叫照片？哎，这看起来好像我的同胞呢，啊，一定是泰雅族的哦，邱明仁。哎，民国51年生，跟小林哥哥同年嘛。我58年的，拜托。感应啊，当时理头发的情景啊，嗯，我好像发觉到有一股东西袭击到我，我的心灵充满了压迫感。哎，你像一个老花眼镜。老杨，哎，来哦，哎，嗯，哎，我给你找到一副目镜。我来遐输麦挂啦。这是咩？咩？这是挂。嗯。哦。你挂看麦啊，来。挂啦！别起啦！对啦！啊！紧啦！挂啦！六皮！轻轻过。有啊，有声无？有声无？哦，说老矿工。哥，哎，看一下吧，新发现。嗯，还有 MSA，Self Rescue，For Self Rescue，Self 就是自己 ，Rescue 就是急救，我这急救有个人急救包了，啊。哦。这矿工每个人都携带，应该是。那里面装在里面。哦，有没有？可以，你看，这很像那个黄土边机，有没有？哦，一个过滤器在这边。这又有点像那个喇叭那个背面。哦，那就是碰到瓦斯还是搞什么？那不能进的，就用这个东西。拿出来可以啊。压着啊。挂拿起来挂，这可能还是新的，我有。可以挂的。哦。不是这样挂了，要拿出来了。对。然后拿铁模出来。哦，那你用过没有？你就没用，应该最好不要用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好像潜水一样啊！你不能记那位置，你拿去，你照，
面罩嘛，就是面罩，对对对，哇，这样子也吧。来，监动何在？来，比如说哪个面？那铁要拔掉，铁要拔掉，没有关系，他不用，他就是这样。好嘞，他就这样咬着，咬着这样打啊，就这样装个样子。哦，那你看，对吧？这两个是塞冰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好来，看到没有？两个塞鼻孔，哦，来，用嘴巴呼，哎，两个塞鼻孔，抽的，那两个鼻孔这样塞住，等下，这样，等下，这不是塞鼻孔，这是假鼻孔，好来，好，哎，人家咧，这阮监动，哦，阿公，你的孙今晚足够哦，阿公啊，哦，哦，来，你阿公，阿公，我是你。阿公，阿公，我想你，声音不一样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手拿掉，就是这样子哦，这样咬住、含住，然后就嘴巴呼吸这样。请后面门啊啊人哦，门给他关起来啊。好，门关起来，门。门。小林，那门关起来。哦，一进到没看，嗯。煤矿动了，煤矿动了，对，这里就是了，对，复兴一坑，哦，你说当初这里有多少人啊？有一千多个人，一千多个人哦，啊，在工作，哦，每个人在工作，啊啊，这个本来是一个洞，是，一个，嗯，就封起来了，现在封起来，哦，矿物体要修空，那时候爆完的话，嗯，一定要来检查，是啊。要检查，你封我们要封好，不要检查。哦，你说以前那个洞里面就是都有那个硫磺，有硫磺，哎，硫磺还有什么？出去，出去。那工作人员在这里不是很危险吗？很危险，平常哈，哦，要现场啦，保安啦，什么先进去，用那 Kentucky 去试验，嗯，有没有那东西？有那东没有那东西再，再让工人进去就对了。是是。那如果有那种毒气啊，有那东西，那人会怎样？要风去打一气就这样，像电到了一下倒下去啊，就死掉了。啊，外面人都不知道。嗯，外面不知道，那是因为两个人，有的哈，你一气拉，气一个倒一个，有时候还会踩死很多人，是这样。哦，没有经验哦，你后面脚一搭又倒下去，都会没倒下去，像电到一下，是啊，连是大概煤矿来讲了，不是这边就我动了，煤矿的原理是这样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很……哎，你们快来看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这你还会动？那我他不会动。很奇怪，有一股力量，不可思议的力量，阻挡着我，压迫着我，让我不能呼吸。我不能呼吸。刘道长怎么办？我要睡。怎么办？很可怕，我不能进去，有一股力量挡。啊，我终于能呼吸了，可以呼吸了哈。啊，你是？这里爸爸妈妈还在吗？哦，我刚刚我觉得好像巧克力附身，真的，巧克力哦，巧克力附身。假如是还在，以后绝对不给你来这里。哎，不可以来这里。嗯。哎，叔，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哎，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一直挖的？是不是煤矿工附身啊？他现在可能是被那个矿工附身。矿工附身了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哈，我感觉到非常多的灵在这边。那刘道长，今天赶快把他救一下。对啊，赶快救他。有没有？你需要什么道具？不要动，还是不要动，哈！哎，这怕我怎么用？去那，去那，你也听他讲。快点，还是不要动，我不相信，我快点不要动，你别走。来，回去哪边？赶紧回去哪？对啊，你上门惊惊了，变水了，真正完了无？人起来歹势，哦，阮这团的吼，实在是拢遭天气，无多，这段是阮迄啰阿奇导演要求安排。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秋前面有一只蜘蛛。得了疤。得了疤，不好意思。各人走业，各人。各人走业，各人散。好像看到洞口了，在前方。啊，前方。12点钟方向。哦，还在滴水啊！哎呀，这上面有那个潜水呢。小心哦，它里面有什么动物啊？哇，好逼的这个水！你们后面的小心哦。没有看过我们廖大哥这么小心翼翼，你看，有发现到什么吗？没有发现什么。哦，有没有飞来飞去？没有看到。地上爬来爬去。啊？墙壁上。啊？没有看到。没有看到。哦。这下面怎么都是土呢？好、哦，那是啊，你那在里面的水啊，水哦，有了，有看到吗？那里啊，哎，好大，蝙蝠，哎、你们看，蝙蝠，哦，小六六吧，一饼呀，哦，飞进来了，哦，有，哦，不一定哦，又掉了，哇，好大，倒挂金钟，啊，太像了，来，你们看到，我看到了一群，有没有？有，我看啊，阿伯有一顶个钓鱼的那个钓钓。上面哦，嗯，哦，就是一个蛮大的族群，嗯，这上面就过来了，你们快快快碰到啊！哥，这么大应该是大叶鼻，不然就是大鼻鼻啊。大叶鼻、大鼻鼻，就跑恰恰就对了。嗯，哦，统称一下。蝙蝠在洞内听声辨位，我们也跟蝙蝠一样，用耳朵听它飞来的风声，伸手抓它。抓它没有别的用意，只想知道洞内的这群蝙蝠侠是何方神圣。蝙蝠展翅飞来飞去，我们伸手抓来抓去，在黑暗中就看谁的耳朵醒了。是什么叫啊？是大叶鼻虎了。大叶鼻虎，大叶。它身上这样爬来爬去是什么东西？一些小虫子。寄生虫吗？哦，不是那个蚜了哈。鹅的，哇，会好厉害，一伸手就抓到。20，多少？大，哎，它45公分。其实它有点像老鼠哎。嗯，对啊，它应该是鼠科啊。那它哺乳类的，好像有意思啊。这种是吃昆虫的，吃昆虫，益虫啊哈，这应该给它保护啊。会让它飞走了。哦，拜拜，又回去了。嗯，哦，正告家来，你先哭两滴滴欧米嘛。对啊，一直流汗。那我们去洗热水澡。休息了一晚，隔天我们出发去找黄金洞。由于到黄金洞的这段山路，只有四轮传动的车子才有办法开到，于是我们拦了两部要去小井坪温泉的小发财车，载我们下到溪谷。不过这段路对我的屁股来说，真是一场震撼交易啊！45度的之字形陡坡不说，颠簸的石子路颠得我五脏六腑都快移位了。这条黄金路果然是不同凡响啊！到位了，我到家了。好，好了。哦，那看那一个反人的。哦。走，一号下，嘿。我不能用跳的，因为我太有东西了。黄金洞，黄金洞在哪里？我先不下去。哦，走了。这边植物有刺哦。啊，到河边了，哎呀，百合花迎接我们来哎，啊，香哦。那黄金洞在哪个方向？就在这个一个溪的对面了。哦，我们等一下要过溪就对了。还有一个溪就对了。OK， 好吧，那我们走了。哦，好凉快啊！是，很好。
哇，那边一定有大捕获哦。你可以吗？会，你走进那左边边。沿着溪流前进，又是一段跋山涉水的路。大冒险家就是逃不过这种口水的秒温。通往黄金洞的路比去青蛙石好走多了，起码水流比较不那么急。不过这段路好像只是热身而已，才让我轻松没多久，捏到的筋骨都过来骗我酸疼咯。在哪里？已经到了。哪边？你看到那个绳子就是，但是这个路哦，哪边？我看，就是那个绳子啊。哦，看到了吗？哦，在三八幺那个，哦，在半山腰那边。对对对。哦，从那边上去。对。那我们说我们要渡深潭哦。那这个是从这边从这边去游过去，对，到那下面，然后攀那个绳子上去。对对对。什么姿势过深潭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过得来就好。管他是小林的狗爬式，还是小刘的水母式，能拉着绳子游过来的就是好姿势。不过感觉不对哦，丹 K 啊，这个深潭不对劲哦，水很冷呢，冷到我会皮皮尊呢。我看我得将身体内的寒意，像小刘背包里面的水一样，赶紧给它倒出来才行。到了，在这里。到了，就在这个上面。哎，但是这个绳子哈，哎，很危险哦，因为大概有三十几年了，哎，没有人上去过了，所以这个绳子牢不牢，这个不知道，了。那你上去的话哈，上面这个洞口很深，哎，如果你上去有什么问题的话哈，哎，你就从里面大声叫一点，我就听到了。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赖少。赖少，救命啊！你就会，注意了啊，就会看到。你在这边帮我们祷告哈。啊，到泰雅族的神明保佑我们哦。啊，用那个泰雅族的这个宗教来。好，谢谢。祷告。你现在在那边岸边休息一下。OK。啊，我讲来祷告听，祷告。那就一共三十几年没人来，这这说吼，老不老不知道，我看不知道，我看，你要不要上去看一下？我先去看一下，确定的时候可以的时候我们再上。好好好，如果说不行的话哈，不行是，我们再研究。想办法，哎，要怎么做确保什么哈？你看来哈，我阿你看辛苦，那我先看，我都在等你。好。哦，三十几年没有人来。也三十年，那个钉子都会生锈啊！我在想说，这个上面那个绳子是用什么给它固定的啊？小刘，大家这边，哎，我
的说话那时像不像？不像，我是啊，刮风啊，下雨啊，那身子久了都会腐烂的。哎，对啊。啊，你伊顶管来，等伊无可能白手啊嘛，可能是安尼白起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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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顶管遐。哦。伊石头嘛来来啊。系啊系啊系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呦。教官小心一点啊。哎，我不好变呢。不好施力了，因为它是活动。嗯。那我们下面那个红帽子教官在附近。嗯。现在我们教官已经攻到那个洞口了，然后现在详细的情况怎么样，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在等待当中。那希望他那小心为上了哦，然后看他什么情形跟我们汇报。啊！交代一下，我在做加强确保一下。你要做一下确保。加强确保一下。OK。两个钉子，我要下沉。好，那个钉子牢不牢？有没有生锈？好，一个一个上。好，林教官基于安全上的考量，决定在上面再架设一条绳子做确保。嗯，没错，新任这条老旧腐朽的绳梯，就像新任编导阿奇说的拍摄行程一样，太危险了。讲啥物，即个是郊游路线、烤肉行程，结果呢，拢嘛会骗骗去。我咧，那我先上了。哦，好，一个一个来，子哥小心哦。你可别以为爬绳梯跟爬一般的梯子一样简单，绳梯因为没有固定点，所以晃动得非常厉害，因此几乎要使上手脚全身的力量才有办法往上爬。爬到洞口，人也快虚脱了。不过虚脱归虚脱，喘个几口气又得进去洞里面看看了。那教官，我跟你讲吼，我今麦教我的弟子学叫小刘吼，你去探看。哦。啊。你伫外口甲阮过口，负责阮的安全，你足重要的。有问题要喊的。我会。好。好。好。有啥物啥子啊？唔是，有什么状况啊？我们会打信号出来。好。啊，小林，那我们就荧光棒什么都带着。好。啊，你这眼睛坑了，因为在底吼，那个空间太小了。哦，没有办法回转。没有办法回，没有办法回转。啊，我们带那个弓。终于可以站着走路了，现在这边刚好一个空地了。哎，小刘，哎，这人较早是安怎画？对哦，用阳光画呀。啊，那阿公，我切个这整齐啊呢？用针啊画呢？啊？那拱安尼画啊？哇，是不画几年呀？啊，挖多少时间才能挖到这里呀？啊？嗯。这上面就到，那这是这里的吗？是哦，谢谢你。哎，有呢，小刘。嗯。有呢，你看。个只好话。不是。你看，嘛是金金吗？哦，那是九婴啊。不会吧？那是银的结晶啊。是吗？是的。我这是黄金沙晶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听到叫声呢，好像有什么前面的翅膀拍动的声音。给他，阿庆，你往后照看看，你往后照看看。啊，蝙蝠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哎呀，很大，小六，你看这是什么蝙蝠？在洞里只看到三只蝙蝠在里面栖息。不过我很怀疑真的只有三只，因为地上的蝙蝠大便厚厚一层，怎么可能是三只蝙蝠大的？咦，
这只蝙蝠一直盯着我，好像在说：“我本来晒就是遐济，无你要安怎？”亚六，因为到家来呢，要不？他们都挖那个黑色的岩层呢。对啊，页岩啊。对啊，马杰用这样，都是这样子的。挖都拢是挖这种石头啊，伊拢挖物件转入去啊。这个土质比较松软。这样。嗯。乌乌呢？哦。哇，你看，你挖到顶端去哇，这边还有那个斧头的痕迹啊。有那个凿痕啊。凿痕，这样。这样。哇，这样。用。这样东西啊，伊拢挖入去。这当初可能也是真歹画的款，哎呀，伤重吼，伤重啊，真歹画，所以试探之后就放弃了。对。好，我们找往别的方向。哦，好，走。在洞内的岩壁上敲了敲，挖了挖，也挖不出个黄金矿石，因为我不是个老练的矿工，即使岩壁上有黄色的黄光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金矿石。我在想，如果没有黄金，为什么日本人要在峭壁上挖一个这么深的洞？顶多挖个5公尺、10公尺就不挖了。而这个洞有近30公尺之深，里面又有3个分叉路。哦，我的腰酸的要命啊！丹克啊，我们进去多久？你知道吗？50分钟呢。你们看，5分钟，而我在里面整整待了50分钟，进去洞内做了一场50分钟的黄金发财梦。